你不要再跟我抢举棒了，我已经先抢了。你怎么举棒？我那连棒都在晃，超弱，超肥。不行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会中间立起来。你让它整个中间立起来，不想中间立起来，立起来把它收起来。它现在这边一根棍子。哦、我想要把它收起来。比较好吧。好了，三只选一只举棒。这样抱你没办法抱太久。这样你上去，你需要很多人帮你耶。不会，不会，这个我刚刚听你们讲。全部不要扶你，不要扶。你要抱好，来，撑开啊！不是你要撑吗？撑开啊！两个脚在前面，你来，好，你好。然后两只脚。还是要在，两只脚要面对。对啊，不是，两只脚要面对。对，那我接下来，继续啊，明天。